吧，走吧。目前的话，我们从屏东开始算，是屏东店，高雄店有两家，是凤山跟左营，然后台南嘉义，所以我们目前开到台中。那算询一下，本店的话，消费族群都比较偏向哪些？目前的话，当然玩具店还是以小朋友为主，那还有一些补教，补教就是一些老师啊，其实军工教也会来购买，还有一些夜市批发，对，因为大量批发这边会蛮好算的。那目前正夯正流行的玩具是什么？战斗陀螺是永远都不会退流行的，对。还有它有是新的玩具，还有托米卡的小车啊，也是蛮流行的。佩佩猪是女生比较常找的东西。那好像前阵子很流行的什么桌游啊，吃饭的时候可以小朋友在玩的。桌游我们有很多，就是各式各样的都有，从小朋友到大人玩的都有。那像我们那个年纪，我们应该都同年纪，那个年纪流行的什么乐高啊、积木啊。那个也有，我们有各厂牌，然后各样式、各个款式的都有。想问一下，那这边的话，消费方式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？目前消费方式就是看我们的批发价，再去着收一个场地费。那什么是批发价呢？就是成本未税价，东西都是厂商的成本未税价，还没有加任何的税金上去，所以就会像外面日本加税金这样加上去给客人看。那目前的话就是分为三个阶段，一般会员就是600元以下是收20%，超过600元是收15%，超过1200是收10%，对，买越多越划算。对。那如果针对像那种大量的批发，然后像学生老师买给学生那种量比较多的话，针对那种顾客有没有更优惠的地方？目前我们有两张卡，那两张卡都是给批发商或者是比较常来购买的顾客来做使用，因为这两张卡一张是有期限，一张是没有期限。那一样的点就是它都是最低的5%，无论你买多少都是收最低的5%场地费。哦呦，爆裂吗？那就是改装陀螺，欢迎大家来亚细亚买陀螺，因为我们这里款式最多哦，而且是正版的也很多哦。那这里的话，我们是7月29号在下午3点还有比赛，那一次由我彼得猪来主持，那明天就可以来现场报名，那我那一天会主持哦，那欢迎大家共襄盛举哦。下次再来，3、2、1，战斗开始。